还不回来呀？啊，回来！何止你们就特意等我回来吃饭呢？知道你们一天挺忙的，我们过来帮忙的。吃饭你们这倒是挺积极的，想早点吃饭，咱们就动起来。好，哎，啥时候轮到你指挥了？有啥不好？你有鸡，你有鸡，俺这嘴哪日天天的？这鸡都这样怎么办？找大毛去啊！对呀，那只有这样了。大毛，大毛，这鸡被狗咬伤了，怎么办？你以前不是当兽医的吗？给我想点办法。那你去烧壶水吧，交给我毛，你没搞错吧？那猪肝还能蒸着吃？你是在质疑大厨吗？
说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那我哪知道？哎，那是啥呀？嘿，干啥呢？碗都带好了。嘿嘿，这不是看你忙不过来吗？我们过来帮忙的。对，行，想吃饭一起动手。